嗨，大家晚安，我是吴界。那今天呢，要继续来实况学员帅哥。不知道会花多少时间哦。放学了，来去社团吧。可以见到美健学长了。今日は俺の必殺シュートに名前をつけたいと思うんだが、何かいい案はないか？哦，我很想取名字哦。取名字吗？あ、俺の白馬のような足がスイングして繰り出される美しいシュート。お前のネーミングセンスなら何かいい名前がつけられると思ったんだが、どうだ？啊，所以我要打字吗？还是有选项？Beautiful Narcissist Shield。Beautiful 就是 beautiful 嘛 ，Narcissist 是自恋的意思。美丽自恋 T， 第一个是美丽自恋 T， 第二个是 Oppai， 哇天哪 ，Oppai point point， 一网打尽，一波打尽，是这样念吗？对不起，我觉得好羞耻啊！要翻译这样的字，就是巨乳晃晃一网打尽 T， 是这样子吗？那我要学哪一个啊？美丽自恋 T 好了。Beautiful Narcissist Shoot か。Narcissist の意味は知らないが、かっこいいな。使わせてもらうぜ。最好了，你就是好不好？太好了，你很喜欢啊！今天好累哦，晚安。九月会不会很快就结束了？放学了，去校长室，应该不用去了，回家。不用马上记录啊！哎，那不是美健学长吗？赶快，赶快过去，追过去。学长，要不要一起回家？哦，いいぜ。そうだ、今日はこれからカフェに寄ろうと思ってたんだが、一緒に行かないか？哦，好啊，好啊。嗯，好。俺の行きつけのカフェアルマドールだ。いい雰囲気だろう。アルマドール。很棒哦。虽然他墙上的话有点意味不明哦。学长，你一个人都会在放学后再这样子，我下来，在这种很时髦的店来享受下午茶，真是有着意外的一面呢。又突然换画风了。哦，西居来了，西居来了。学长下巴变尖了。好，那我们该聊些什么呢 ？My boom 的話就是 ，My boom 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食べ物的話就是聊些食物的事情。那我们来聊一下 My boom 好了。学长，你最近喜欢做什么事呢 ？My boom か、そうだな、お前かな。なんつって冗談だよ。俺のマイブームはネットで猫画像を集めることだな。猫画像フォルダを眺めながら毎晩よだれを垂らしてるぜ。哦，我家也有猫咪哦。猫吗？我也很喜欢哦。我也有很多猫咪的照片，下次我再带给你吧。本当か？サンキュー。ベリベリハッピーだぜ。ベリベリハッピーだぜ。太好了，学长很喜欢。哦，约会成功了。哦，对了，我要把 CD 还给优哦。嗨！哦，ここでセーブするか。什么？二郎ちゃんのモノマネでした。似てる？太像了吧！要吓死我！これからはユウのところでもセーブ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から、セーブしたくなったらユウのところに来てね。よろしく。你怎么可以抢校长的工作呢？それはそうと、なのよ。没事，我们也要记录。这妹妹太奇怪了吧？晚安。啊，今天是假日，也没有打算要做什么，但是天气又很好，该怎么办呢？去美术馆读书，在家里滚来滚去，来去美术馆，好了，说不定可以遇到美健学长。确实这个月是 Kialoru Aromani 的个展，他是谁？对不起，我不认识。机会难得，我们来去看吧。Kialoru Aromani，
忘记来美术展有可能会遇到老师哦。哦，老师。お前も来てたのか。奇遇だな。いいよな、アロマ。アロマ。这个曲线真是很棒呢。哦，よくわかってるな。アロマは曲線だよな。哦，我只是乱讲的。没想到会在美术馆巧遇哦。嗯，感觉很酷炫。哦，已经晚上了。就睡觉吧，应该不用记录了。为什么后面记录的频率好高哦？哦，到十月了。已经十月了，这个月也要加油哦。哦，又谁生日了？哦，又怎么啦？どうしたじゃないよ。啊。今月は西園寺先生の誕生日だよ。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あげれば、最後の日は。啊，就不要去买了。啊，怎样都好啦，西园寺老师的事情呢，我又没兴趣。じゃあ家で寝てるがいいわ。对啊，在家睡觉吧。晚安。对老师好苛刻、哦、今天也是好天气哦。怎么了？怎么了？又有人生日了吗？お兄ちゃん、秋はデートの季節だよ。誰かをデートに誘ってみたら？二人きりのデートでぐっと縮まる距離。これはもうデートする気じゃないよね。早速誰かを誘うといいよ。頑張。好啊，那。那我们就来约个那个美健学长吧。约会吗？确实不错。来约个谁呢？但来选一下美健学长。好，我们就来约一下美健学长吧。学长来约会吧。嗯，どうしたんだ？约会。学长，下次礼拜天我们要不要一起去街上玩一下呢？いいな。ちょうど暇してたところだぜ。哦。那么我们在十点的时候在 sexy， 十点的时候我们在 sexy 车站前面汇合吧。哦，太好，约到了，非常期待。上次是在 Lovely 车站，然后这次是在 sexy 车站哦。这些车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是跟美健学长约会的日子啦 ，fight！哦，约定地点就是这里。学长是不是又要穿那一件衣服出来了？嗯嗯，没有，这次正常多了，吓死我了。哦，啊，学长，再过来。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学长又要挖两个洞。啊，百货公司哎，人好多、哦。那里怎么有一堆人挤在那里呢？そうだ、そういえば今日は人気笑い芸人のてっちゃんがお笑い賞しに来てるんだ。お、見に行こうぜ。好啊，来去看。好。あ、結束了。いや、受けたな。やっぱ生で見るお笑い賞はライブ感満点だな。はは。对啊，我也很开心哦。人を笑わせる芸人って素晴らしい職業だ。そうだ、俺たち一緒に笑いやらないか？这么突然，我来改你重点我没到四呀。日本好像很喜欢组这种一个装傻，然后一个吐槽的。哎，怎么？好好，我们就来做吧。でもサッカー部があるし、我来とかやってる暇ないわ。やっぱ今のなし。吊人家胃口。だけど、我来コンビにはなれなくても、お前とはいつか掛け替えのないコンビになれる気がするよ。像那个我刚才想要讲是像那个大空翼和那个假太郎，结果跟我想的不一样。学长，这么说是好。我也很开心哦，那我们下个礼拜在学校见吧。我感觉攻略的很成功哎。哇，学长话中有话，害我心里小鹿乱撞啊！晚安，好，今天也加油哦。哟，嘿，校长，早安。そろそろ半年。
もうお目当ての人たちは止まった。うん。それぞれの趣味や性格も違う。美人学長な。この辺でターゲットして接近していく。せっかくのチャンスを逃してしまった。お。恋は焦り、ともに千載一遇のチャンスを狙い撃つ。それがラブウォーだ。健闘を祈ってるぜ。じゃあまたな。はあ。哦，在厕所。校长先生讲了那些话，可是该怎么做才好呢？说什么机会，说什么接近啊，我完全没有经验，我有办法做他的好吗？什么东西啊？今色も形も申し分ないパーフェクトなうんこが出たぜ。今世紀最高だ。哦，恭喜了，恭喜学长。学长，你怎么会在这里大便呢？三年级的厕所不是在这一层呢？啊，いいうんこが出たら真っ先にお前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な。不用不用不用好吗？哎，じゃあ後で写メで送るから楽しみにして。不用，拜托不要，拜托不要。我脑中闪过了特别的存在这样的一句话。这个内心的躍动感到底 是什么呢？放学了，好，来去校长室。哟，龙云的，记个路哈，十月了。じゃ、また。好，晚安。放学了，再来去社团吧，太好了，又可以见到美健学长了。今日は基礎練習の日だ。哦。それぞれが自分に足りないところを見極めて、その部分を重点的に鍛えるんだ。お前、どこを鍛えたい？哦，我想想，跑步来锻炼脚力，来练习做菜，然后来提升自己的女子力。等一下，第二个根本就跟社团练习无关吧，但是我还是想选。そこだ、そこで醤油小さじ2杯。学长还来陪。今日はうまい肉じゃがを作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よかったな。モテ度アップで俺からの好感度も急上昇って自分で言うんかい。学长太适合当那个我来给你呢，搞笑艺人了。好像搞错了什么，可是好感度上升了 ，Happy！ 嗯，接下来该怎么呢？我们来睡觉吧，不用再记录了。哇，后面可以记录的次数好频繁哦，真的。放学了，来回家吧。哦，那是进军，我们就不要再去理他了，有点可怕。我们就再见了，进。好，再继续睡觉吧。我出门了。哦，今天是运动会。さあ、今年も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バラモン高校第50回運動会。みんな張り切って、ゴーゴーゴーだ。ゴーゴーゴーだぜ。我要参加竞技是什么去了？障碍物竞走。借东西的竞走，然后两人三角啊，这样我才可以跟美健学长一起跑，对不对？然后参加两人三角的学生来集合一下咯。跟我一起走的是，哇哦，志贺君呢？哦，你也是两人三角的选手吗？啊，真棒，这个组合可以。哎，我的身体不能动，选手。你们是怎么绑的？你们是怎么绑的？为什么枪声响了才发现自己的脚变成这个样子？志贺君，这个打劫的方法是怎样？怎么感觉好像会引来灾祸的样子呢？何言って、二人三脚の結び方だが。最好是了。
而且脚上还长出翅膀，有没有看到？啊，我们飞起来了！哎，真的，所以下面的人是抬头看着我们吗？赤鹤君是真的会用魔法的。これが古代史の力だ。哦，太厉害了！我们居然拿到第一名了。可是呢？也是呢。不是啊，重点不是这个吧？二年 P 班。P 班的。哦，我们班上没有啊，因为我不小心失格了。哈哈哈哈，这真的是太有趣了，太有趣了。今日はすまなかった。俺の故郷では二人三脚といえば空を飛ぶ競技だったから。你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啊？是这样子啊，哦，这样。也没办法呢，因为我们出生地的习惯不一样嘛，这种事常发生的嘛。でも今日はお前と一緒に寝て楽しかった。Thank you。赤鹤君居然是直接就跟我道歉了，嗯，感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缩短喽。嗯，今天很开心，的确是很开心哦。睡觉吧，是不是差不多要十一月了？哦，果然，这个标题是怎样？哦，今天开始十一月了，加油喽！放学了，我们来去社团吧。学长，呵，师门，よ、成果出るじゃないか。今度の試合もその調子で頑張ってくれよな。好，好的。这么说来，下个礼拜天我们就要比赛了，加油！太好了，终于要比赛了。晚安，我出门啦。哦，今天就是期待已久的足球社交流比赛哦。我一定要让学长看到我厉害的地方，加油喽！哟，調子はどうだ？相手は強豪の私立セクシー高校だ。気合い入れて頑張ろうぜ。Sexy 高校到底是怎样的高校呢？听校名就比我们自己的学校还要不正经呢、啊。好，就这样子啊、过人，然后直接射门了。哦，怎么了？好。啊、，pass。可是这边我一个人也可以射门了，该怎么办呢？好，那我就 pass 给他吧。好，学长 pass。经费呢？经费呢？不行，我这张图我一定要停在这里，让你们好好的看一下。就是上一话在海边那里的时候呢，已经把经费都用完了，所以呢，我们就只有这样的一个草图可以看了。解说者应该就是那个播报员出现了，美见的 beautiful Narciso shoot， 就是我取的那个名字啊。学长好美啊，你们感受得到吗？很美，对不对？这张图哦，今天的比赛呢是蔷薇门高校压倒性的胜利哦。Nice pass だったぜ。この息でこれからも頑張っていこうな。然后。嗯，虽然我觉得，学长抢走了，我原本可以表现的地方哦，可是呢，我可以看到学长很棒的那个，射门的样子哦，我也觉得，嗯，算了吧。晚安。哦，今天放假也没有什么预定，可是天气又很好，该怎么办呢？哦，去街上买东西。第二个是来锻炼一下身体，然后第三个呢是上网。好，我们来锻炼一下身体吧。今天一整天都要来锻炼身体喽，我要让我这个美丽的肉体呢更加的，
要来更加磨练一下我这个美丽的肉体哦。今天一整天都在运动，已经累了。但是呢，明天起来之后，应该就会长肌肉了。太好了，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哦，就睡觉吧。晚安。放学了，回去吧，应该不用去校长室。这样一天就过了啊！我昨天就这样子，只有一个去校长室的选项。我出门了。哦，今天是文化祭，文化祭。哦，文化祭大概就像我们台湾的校庆那样的感觉吧。哦，已经开始了，我们应该去哪边呢？来去二年 B 班的店，就是自己班上的店嘛。然后第二个 ，sono heno tektonia luku， 就是随便逛逛。我觉得美健学长可能会想来找我，所以他会来我们班上。那我们就回到自己班上等学长来。我记得我们班上就是拓野当队长哦，然后他在做他的那个 konomiyaki 御好烧。哦。哇，生意好吗？我是那大天使，大成就。有没有听到吗？刚才那个配音员念错了，要重念了一次。そうだ、お前も一つ食べていかないか？今日のために考えた特製ハロウィーンとフルーツ味豚玉だ。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怕？可以吃吗？第一个是吃，第二个是你自己吃。怎么办？我们只好拒绝一下拓野了。你自己吃。我是。有那么好吃吗？我要不要也吃一下呢？啊，难吃死的，去死啊！そうか。確かにこのメニューだけ全然売れてないけど。哦，我会笑死就只有你会想吃这种东西吧？应该就是因为它超级难吃吧？对了，我有一个好的想法，如果你把这个珠玉呢跟这个カロリメイド把它分开卖的话，你觉得如何呢？そうか。お前頭いいな。そのアイディアいただき。早该这么做了，好不好？就这样子，拓野的店呢变成在卖那个カロリメイド的店了，而且生意又更好了。真棒了，拓野。サンキュー。今天真开心的，好睡觉，晚安。哦，十二月了，我们今天呢就把十二月给玩完吧，这样我们下一次呢应该就可以直接玩到破关了。哦，十二月一定有那个啊，圣诞节啊，日本人那么爱过圣诞节。放学了，来去社团吧。哦，真棒！等一下，那个柜子里面好像有个紫色的东西跑出来哦。今天也来加油练习哦。我的柜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跑出来。那个颜色的头发，难道是美健学长？学长在干嘛？很变态的感觉。那个喘息声好厉害啊。难不成是想要吓我吗？但是我又发现到了，该怎么办呢？咚。Yo, wait, びっくりしただろう。1時間前からお前のロッカーに隠れてたんだぜ。你在里面吸什么？我吓到了。第二个是我有点吓到了。第三个是，哈，我没想到学长你这么肤浅。我们假装被吓到好了。我被吓到了。校内一のイリュージョニストとして名高い俺だからな。さ、ウォーミングアップも済んだし、今日も練習頑張るぜ。好。虽然有点火，但我看学长好像心情很好。算了吧。
觉得主角好像蛮忍让这个美健学长的。嗯，睡觉吧，晚安。午休了，爱拖延。学校でご飯食べないか？走啊走啊。今日は何食べようかな？やっぱカツ丼かな？カツ丼。カツ丼売り切れてる。怎么办？俺の分で最後だ。お。お前は志賀慎吾。ざまびろ、おっぱっぴ。だとは？もう一度言ってみろ。初めて喋ったと思ったら、とんだ一話で発言。許せねえ。我拓也又突然换那个画风了。嗯。前から思ってたけど、お前何考えてるか分かんねえんだよ。俺は友達いないのをクールでごまかしてるやつが一番許せない。拓也很生气哦。哦不不不，拓也已经在生气了，我必须赶快阻止他哦。それはそうと、お好み焼きって美味しいな。哦。え、本当か？お好み焼きの良さが分かるなんて、お前いいやつだな。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等一下，你这变换太快了。哦哦，志贺君真厉害，真聪明啊。嗯，今天真愉快了。睡觉，晚安。哦，校长来了。嗯，嗯，绝好调哦。久々にお茶でもしないか。校長室で待ってます。我觉得他又要跟妹妹商量怎么过圣诞节了。我已经知道你们在干嘛。放学了，我们来去校长室吧。哎，妹妹不在。明日から冬休みだな。哦，放寒假了。Enjoy, enjoy だぜ。それはそうと、お前、もうすぐクリスマスだが、誰と過ごすかは決めたのか？果然、果然要问圣诞节的事情。え？クリスマスを一緒に過ごす。相手との距離をぐっと縮めるチャンスだぜ。思い切って誰か誘ってみたらどうだ？但是美健学长啊，嗯，我还真的完全忘记了呢。嗯，我等一下来约一下好了。Good luck。ここでセーブするか？好，那就来记录一下吧。十二月份的记录。哦，我直接跳过十一月了。十一月好像真的没什么事情了。じゃ、また。好。圣诞节我们应该来约谁好呢？当然是美健学长了。好，来约一下美健学长吧。哟，多闪的。你们猜一下美健学长圣诞节会穿什么？哈哈哈哈。学长。这次的圣诞夜呢，你有空吗？可以的话，我想要跟你见个面哦。啊，ごめん、その日はちょっと予定があるんだよな。はー、はー、え？どうしても外せない用事があってな。ごめん、じゃあな。啊，等一下，学长，被挂掉了。我受到打击了。怎样都没办法挪开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哇！然后到了圣诞夜的当天，お兄ちゃん，怎么了？お兄ちゃん、今日はクリスマスイブだよ。デートしないの？没办法。我是很想了，可是美健学长他今天有事情。どんだけ？クリスマスイブの誘い断るなんて。それ絶対他の相手。不要让我不安好吗？好的，不要再讲了。你再讲的话，我就杀了你啊！かわいそうなお兄ちゃん。優が賛美歌歌ってあげるね。不用了，不用了。学长，难不成真的像优讲的那样子，现在跟谁在一起约会呢？再怎么说，学长也是县内代表的帅哥嘛，像我这样的人呢，从一开始就应该不在他眼里了。算了吧，睡觉吧。哦，ここか。哦，もう寝てるよな。哦，哇哦，美健学长，好用心哦。可是你感觉好像变得很小只，是我的错觉。
你怎么变小矮人了？哦，这个是……哦，刚才好像有谁从窗户那边跑出去了。哦，他有放礼物，是什么呢？哦，是足球哎，紫色的足球哎，哇哦！谢谢你了，小型的圣诞老人。哇哦，到一月了，今天也是休假，对，还在寒假。我跟你讲，怎么啦？哦，又有人生日了。哦，是进军呐、啊。进军的话，我们也不要买好了，直接跳过。我对进军没兴趣啊。晚安，新年快乐！今年希望也是个好年哦。哦，贺年卡已经送到了吗？这一定是志贺君写的，对不对？啊，是志贺君呢。嗯，真是都没变了，好酷哦！有病啊！哦，这是学长的，学长。怎么看起来很像小学生写的？这个是那个彩色笔吧？哦，我看一下哦。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今年もよろしくな。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指教。サッカー部での活躍期待してるぜ。我期待你在足球社的活跃哦。可是你不要给我太拽哦，笑。嗯，那么我们在学校见喽。拜，ミツルキサクヤ。哇，是美健学长的，哇，真是 wild wild 的，真是狂野呢、啊。嗯，你真会称赞人哦。哎，这个是不是因为我跟他们两个好感度比较高，所以可以收到这样的贺年卡？阿舅メンチカツ。啊？你这样我很难翻译。啊，新年快乐。新年の抱負は決まったか？ちなみに俺の抱負は輝け打天使のようにだ。我听不懂，校长。お前の抱負を決めると気持ちが引き締まるぜ。今年もお互いいい年になるといいな。嗯，可以的话就好了。好了。放学后了，我们来去社团吧。社团结束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实况了。明けおめ、今年も頑張ろうぜ。嗯，見てくれよ、親戚からのお年玉でユニフォームを新調したんだ。どうだ、似合うか？看起来没什么变呢、啊。它有三个选项哦。第一个选项ダンディですね。ダンディ在日文，它好像是很会穿衣服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我有点不太清楚哦。那第二个是 elegant 是优雅，穿起来就是蛮优雅的。可是怎么想足球的跟优雅扯不上关系哦。那第三个呢是 rock and roll 应该就是 rock and roll 的意思哦。我选第三个好了。rock は死んだ。だが俺は生き続ける。什么东西、啊？哦，虽然我不太懂啊，但也是一个不错的反应啊。好，今天练习结束啦。久々に一緒に帰らないか？コンビニで何かおごってやるよ。好，我要再吃那个肉松的肉包。ほらよ、ベルタースオリジナルだ。这是什么？ベルタースオリジナル。谢谢你。最近シュートにますます磨きがかかってるな。俺の殺人シュートを超える勢いだぜ。お。我也要取个名字了吗？没有那回事啦，嘿嘿，害羞害羞。本当に俺のキャプテンの座をいつ奪われるかとヒヤヒヤしてるぜ。お前は今までの後輩とは違うデンジャラスな存在。これからの上達に期待してるよ。好、哦、你毕业后我会当队长的。俺はお前をサッカープレイヤーとしてだけじゃない、人間としてもデンジャラスな存在だと思ってるよ。は？什么意思呢？え？お前に出会う前の俺はめっちゃ荒れていた。ここの存在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常に孤独と戦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おお、高处不胜寒的意思吗？そんな日々の依頼だから、俺は毎日ガラスを割ったり、食堂でクリームパンを買い占めたり、木漏れ日の中でポエムをひねったりしていた。什么东西呀？だけどお前に出会ってから何かが変わり始めた。はは。
素晴らしいサッカーの才能を持ちながら怒ったりせず誰にでも優しく接してくるお前、心の問題児だった俺にもお前は怯えず接してくれたよな、うん、そんなお前と一緒にいるとまるで魂が浄化されていくようだった。お前はささくれだったささくれ咲夜を柔らか咲夜にしてくれたんだ。こんなことができるのはお前だけだよ。真的假的？没有那回事啦，我只是没有勇气呢对别人严厉哦。哦，我觉得我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只会讲一些粗浅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自己呢真的是很恥ずかしい哦，很丢脸呢。そんなことないっつ。きっとお前が気づいてないだけで。お前の言葉はたくさんの人を救ってると思うぜ。お、真的假的？俺が他人にこんなこと言うのは初めてなんだ。この俺の18年の歴史を覆した。それだけでもノーベル賞ものだと思うぜ。あ、学長、谢谢你。我也有很多事情是被学长教才会知道的。学长呢很强，然后你又很温柔。不管什么时候呢？都很有架子，给我们社员勇气。而且呢，你在踢足球的时候那个样子呢，真的是美死了。你用身体来表现呢，自己热衷的事情，然后把它表现得这么美，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呢，学长你也是第一个。学长，你就算毕业了，也要继续踢足球。学长呢变成职业足球选手之后，学长变成职业选手之后呢，你也要让全世界都为你着迷哦，我非常的期待哦。我也会在学长毕业之前再跟学长好好的切磋一下，我会加油的。我好不容易讲出那么多感性的话，然后学长你在干嘛？睡着了。但是呢，我没想到可以跟学长这样子的讲话、哦、嗯，加入足球社真是太好了呢。这个回忆呢一定会成为一生的宝藏、哦、真是谢谢你了学长。好了，我们去优的房间记个录吧。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收看啦。那下次呢应该就是学长要毕业了，那我们就应该就可以看得到结局了。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啦。